你想独吞，拿着剑去逃命。这就是你爷爷把假剑交给小高的目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你站在这里不动，这把剑可就没你的份了。 下落，都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护着你爷爷？我是爷爷养大的，没有爷爷就没有我小莲。你说我该不该护着他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又想耍什么花样？趁他们没注意，你快走吧。老板娘这么好心，我不是好心，我们这儿的食物已经很紧张了。 没有多余的东西来养活你这么一个大活人，反正你也不会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，倒不如把你放走。我可不会感激你，我也没期望你能感激。哼。
没有泪痕剑，我们谁都出不去。你心里跟我一样清楚，希望只是自己在骗自己。我既然敢进来，就是相信自己能活着出去。我既然能活着出去，你也可以的。我不想死，我。 你辛苦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不用了，留着明天。
就起了。睡不着自然起得早。卓爷，您要当心身体，您日夜操劳，不如早日回长安吧。我没事的，有事的是红花集里面的人，他们的日子肯定很难熬吧。卓爷说的是。孙达，你可知道你哥哥就死在这里？孙达知道。朱猛现在被我们困在红花集里，你想不想进去亲手杀了他？孙达无时无刻不想手刃朱猛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进去杀了他，去不去？不去。为什么？卓爷要的只是围住红花集，小人现在冲进去，岂不是说大镖局言而无信？且不说我杀不了朱猛，就算杀得了他，也破坏了卓爷看好戏的雅兴。与其说现在冲进去杀了他，不如让他困在红花集里受尽折磨，绝望而死。孙达呀，孙达，你果然比郭青聪明啊。如果现在给郭青一次手刃仇人的机会，他会不惜任何代价，哪怕他的仇人比他强大100倍。属下不知道郭青的仇人是谁，但是违背卓爷意志的事，孙达绝不会做的。好，孙达，我向你保证，后天走出红花集的只会有一个人，而这个人绝不会是朱猛。你最好回去吧，卓爷的命令不是儿戏，除非有泪痕剑，否则谁也不能出去。
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就不信卓爷连这点情面都不给我。卓东来，你出来，若是不出来，我把你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个遍。放肆，闭嘴。老娘就是不闭。卓东来，你这个乌龟王八蛋，你给我出来，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东西，你这个小人。你原来是客栈的老板娘啊，卓某并没做什么亏心事，何必在这里骂我？卓爷，我倒是想问你，你围了镇子，死了这么多人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泪痕剑。卓爷，你要的只是一把剑，不是滥杀无辜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曾经有过交情，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我死在这里？客栈老板娘往来都是客，要论交情，恐怕江湖上一半人都脱不了干系吧。卓爷，我敬重你也是一个大英雄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镇上的人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去检查，谁身上都没有泪痕剑，如果你实在想要，可以自己进镇去搜啊。命令以下，无法挽回。我身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藏得下一把剑。弓箭手，谁要是敢踏出红花集一步，就放箭。老板娘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出去了？这个时候她能去哪儿啊？别问那么多，出去就出去了。哎，硬闯，那她不是找死吗？哼，她呀，狡猾得很。哎，我猜他一定是想独自出阵。你不知道，他跟卓东来有很暧昧的关系。喂，你们俩还有闲心在这散步？那怎么了？扶桑拿着泪痕剑出阵了。啊，泪痕剑！放箭！泪痕剑，哪有泪痕剑啊？我们被骗了，要是有泪痕剑，他们还能放箭？哼哼！喂，姓马的，救人不自己去救，还骗我们两兄弟去救？当我们兄弟啥好欺负是不是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样的话？能多活一个算一个。哼，我看不是，我看你是对他有意思。谢谢你。啊，哎，你谢他？我们两兄弟救的你，你谢他？也谢谢你们，如果能活着出去，一定报答。出去出去，我看我们谁也出不去了。马爷，你说的一点也没有错，卓东来的确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。不要着急，
会想出办法的。泪痕剑不见了。啊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见了？怎么会不见了？怎么会不见了？是不是被你给藏起来了？是不是？小莲呐、啊，我们的目的达到了。爷爷神机妙算，只怕他们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几个恶贼，黄泉路上都在恨着卓东来，让他们去恨吧。爷爷应该笑，我们等这一天等了18年了。哎，18年前，我被师父刺瞎了双眼，带着还是婴儿的你来到这红花集。我们受尽了凌辱和折磨，那个时候我就发誓，总有一天我要杀光这镇里所有的人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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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随人愿，卓东来为了泪痕剑围了红花集，我就用泪痕剑让他们相互猜忌，相互残杀，让他们活在这世上的最后6天都充满了恐惧和痛苦。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快人心呐？还有爷爷设的妙计啊，你扮成萧泪血，我扮成蝶舞，让萧泪血杀了蝶舞，这下小高啊恨死萧泪血了。我留下真正的泪痕剑在车夫身上，小高没有发现，可是萧泪血一定会找到的。哼，激起他们两人之间的仇恨，小高才能够出手用泪痕剑杀萧泪血。好啊好啊，爷爷，我们不如留下来把好戏看完再走吧。没时间了，我们的水和食物只够2个人从密道里离开红花集，我们要即刻动身，远远离开这里，让卓东来来帮我们收拾伤。Thank you.
这个能耐啊，我可不是，还不如说是他自投罗网。你过来，你放开我，小丫头，哎，过来，告诉我们一下，你这次又打的什么主意啊？既然想问姑奶奶，就先给我上杯茶。啊，茶？这儿现在就剩下尿了，你喝不喝你啊？呸呸呸！你们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，不要脸！小丫头，我们也不想难为你，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就行了。我可以告诉你们出阵的密道在哪儿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哎，你真知道密道在哪儿？哎，别说一个条件了，就是一百个我们都答应你。好吧，给我一袋水，我就告诉你们。水？我们可没有多余的水给你喝了。就是。哼。没关系，我把我那份给他。哎。我不喜欢骗人，更不喜欢撒谎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遵守交换的条件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爽快，我也爽快一点，告诉你们。好，洗耳恭听。那你们离我远点，三口三步。小林，不要打歪主意。江湖险恶，我当然要防着点喽。如果我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再把水能抢走，那怎么办啊？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，听见没有？退后。小丫头，你胆子是够大的，居然敢不相信我们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些人跑江湖的时候，你还穿着开裆裤呢。好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哎，退后。
快走，鬼呀，有鬼啊！哎，怎么了？里面有鬼呀，有鬼！扯淡，大白天哪来的鬼啊？这有鬼，真的有鬼啊！我们看见了，里面有尸首的、疯子、铁婆还有姜娘。他们不是走。
Thank you.